今天要来找一间市场特别推荐的肉色饭店。有一回台南甲高雄的 PK 肉色饭，高雄市长陈其迈推荐一间，啊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伊就是推荐一间肉燥天王。盖饭是做些物件，甲盖到上面去叫盖饭嘛，可不是吗？对啊，菜铺在上面嘛，哎呀、啊，哦。意思就是讲，迄个盖饭顶管拢物件拢靠咩顶管，但是伊佫过来佫有夹门呢，要怎样夹门？好多鱼门、夹门，你看鱼刀门，有做遮侪项呢。啊，佫再有鱼翅汤、鱼饺。做在鱼皮汤、酸菜鹅啊汤，你看拢有土豆鱼汤，所以这间要传料嘛，传遮多呢。食饭方地大，你有听到无？哦，食饭方地大。嘿啊，人大大声叫做天王，八色是神，天王。这间虽然是老字号，但是目前已经换搬来这个所在。食些肉燥盖饭啦。嗯。食鱼餐，哦，我的米呢？买鱼翅、鱼饺汤，哦，小菜买什么？小菜买什么？买，炒蛋，炒蛋，啊，你叫白菜，鸡菜，白米白菜，啊，你要叫什么？我一个啥？你高钙嫩骨，哦。啊！你食高钙，看高钙无？高钙，我平常时拢食过高钙。诶，你食饭紧嘞，啉汤。嗯。你买米汤啊？你综合鱼丸汤。嗯。安尼真个先来。哦哟，哎呀，安弟，这是恁家己做的吗？啊，这是什么牌？迄个什么天仙嘛？是仙女牌呀？是什么？啊？自己的店的品牌。哦，自己店的品牌啦。哦。这干嘛要先结账？这种餐厅那是有定因的退休金，安尼就有富翁地。哦，嫩骨的米餐，哦，遮侪行。几个看看，几项？四项小菜吗？是三项，四项。嗯，无。应该是四项呢。它是一些地方啊，玉米个啥？玉米炒蛋，啊，搁豆干。高丽菜，啊，加菜头，豆干虾啊，啊，下边唔有迄个酸肉燥，伊加有酸菜呢，有酸菜哦，嘿，那边啊加有酸菜，你无看到加有酸菜，加有酸菜。这伊个汤啦吼，伊汤是啥物？综合，综合是。看到综合汤。综合汤是有啥？鱼丸。综合汤。鱼丸。油条、综合丸，还有这个贡丸啊，沙巴鱼丸啊，贡丸、沙巴鱼丸啊，黑丸啊，黑丸哦，哦，就这行的哦。哇，谢谢。啊，您点套餐就有红茶。哦，好，好，多谢。看看你们要不要什么小菜，我请你用。哦，安尼哦，好啦，啊不，青菜，青菜，我无叫到的小菜，搁叫啦。少爷回来啦，您老爷。哦，少爷，甲迄个拢转来啊！我伫遐做工，从前我算两间店，拢是厝主，两单下去，两单下去，我进门就叫大家，看你做了好，两单下去，按两万八下去，要四万五。哎 ，Michael， 这原来头家啦，这头家啦，嘿啦。啊！你讲到因爸爸啦，因爸爸就是吼，定走来恁家食啦。伊平啊，伊个都这是伊个迄个。肉色好，做料好，有台南味。小菜的话，台南的味。对，台南人的特色，软骨。这拢台湾的凤青的迄个。台湾的。对，我改啊。阮即摆即其实阮的迄个嫩骨饭，其实阮的嫩骨饭，阮上早是阮最强的，含阮的肉燥是阮的上强的强项。哦哦，是嫩骨加着肉燥，其实反正阿妈伊常常迄落阮厝我拢来甲包啦，爱食来下。
啊，你扒抓这间就对了。我扒我袂歹啊，我扒我是不错，他吃的习惯啦。他吃习惯了。啊，你唔买在？不是在这里啦，他是在原来在重学路。原来重学路上面那个，他一共要一本要改开十几万那么。我也没有，那间店面也比较大。哦哦，你起码商店面较大。哦哦哦，那边很大。我讲，哦，我看讲，哎，我靠，八色门开，他那个下八色天。哎呦。做大经就对了啦。哦，做大经。以前你定来吗？嗯，你可以来两三次。啊。刚开幕而已啊，这里刚开幕而已。这里刚开幕，爱本地的，本来是从学入呀嘛，对不？对。啊，你遐你就开始这啊？吃过，也不是说开始这，吃过。哦。啊，这个是。味道不错了。味道不错，盖饭啊！啊，这米糕，这盖饭嘛，不是单点的，没有其他的哦。我哎呀，我哎单点。哎，你懂这是多少个啊？来，肉酱套餐。好，来，哎，来。你看拢点的同款的啦。啊，无看人家叫别人啊。好啊。伊这有鱼，伊这有鱼翅呢，你讲。这重合很好呀。嗯。重合。嗯。哦哦，那不同时啊，无特别为恁煮较大，这是正常。哎，这是咱本山咱台南的少来，啊，我的头头是迄个正的头头，正的头头，啥物是正的头头？我伊头头有分骨力，袂歹啊，足侪拢迄个石桥啊，啥物的哦，种是足侪啦。伊在咧卖大行个时吼，因有个迄落，反正偷偷过来国家咧种吼，有个品种，无同款，啊，含咧食落都无同款，你等下吃就吃拢不同。啊，这是算台湾俩西班牙，这拢咱诶台，这拢咱台南个有啦。所以我做起来物件，几乎拢咱伫咱台南个分散。哦。包括遐迄落油葱、葱头霜吼，啊，咱客家食，咸茶啊。看起来咱外带的人袂少，啊，佫过来要入去灶卡看看伊的肉色安怎做。哦，这个肉色的回收比是安怎？迄个毋是咱台南吼，一般较无咧用像北部迄个三肉。对。一般三肉，若内行会知影，咱南部人较。迄个就是要食迄个饺子，含迄个连三肉你到着食，你会较熟。对，啊，但是北部的人拢误解讲咱这种的吼，这油伤油。啊，所以我的特色就是从油已经拢撇撇出来啦。你嘿，伊若转去食食的，我用清水洗的时，脱的时根本无油啊。是啊，你这一定是新品啦吼。哎，对，我成品。啊，你成品啦。啊！即个物件也无拢控做伙的，啥物卤卵汤，有个人是甲即个物件拢控做伙。唔是，迄个卤卵吼，我先去破坏。比如讲，你豆腐，哦，伊豆腐含卤卵，我是予素肉素一只，我另外讲。另外讲。啊，肉素即卡我就无爱其他的杂的。哦，就是要予伊很单纯。单纯的就是肉素安尼。是啊，我看你看到，像阮做念水器，两水准。咱传统早期，我是用迄个香菜，但是即摆足侪少，有诶，尤其女子吼，所以我做空调伊无啊，不喜欢吃香，啊，所以我甲人小黄瓜诶时阵，伊一般诶接受度比较高，是啊，较清爽吼。迄个咱南部车，咱即马目前台湾正穿的台式一号，台式一号的 A B 所以食这 Q 多啦，连多拢，咱。啊，你选定这个辣肉色的关系是安怎？因为肉色 A B 咧用吼，特别较啰嗦。是。因为肉色是，你就是爱有迄个烈度，啊，含 Q 多，吼，啊，无你若准讲你煮了无好势，也是米。所以煮也是有关键，但是米占半七十的关键。啊！哦，这十几单啊，搞笑脸啊！啊，所以这位就是恁后生嘛，吼。对。哎，啊你接偌久啊？我接应该是讲来到这间店，整个统筹就从我开始。哦，是啊。啊，所以你甲恁原来的店内底有啥物做较重要的改变啊？
主要是你看阮的装潢，阮的装潢是比较偏，比较我们有特地装潢过，跟以前的店就不一样。那个我想要走一个比较日式的风格，让人家跳脱那种传统肉燥饭店，就是那种欧欧吵吵的那种感觉。我是有装潢的，我里面是干干净净，我是进来很舒服，用餐环境很好，让人家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只虽然只是吃个肉燥饭，但是我的环境跟别人的特别不一样。哇塞，我在用这个吗？用这个吗？用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吗？加赖。哦。打电话都可以。哎呀，赞，安尼赞，安尼免费甲广告一下。